哎、欸，早安呐、啊！我们现在去吃早餐了。我这几个月最早起来，我们去吃早餐喽 ，Go！耶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早餐。还好吃。OK 啊，欢迎。Polo 大户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Polo 的这边的产品。台湾买多少钱？3000多。然后你刚买了1000多。今天差点被穿起了衣服，找到了一套衣服，很夸张。对对对，找到你的中间还有你是我爸。我们这是泛舟还是探险？好像是探险了。有趣吗？你们觉得好玩吗？我很不好玩，好像。我的脚。你有过关吗？你有过关？我有过关了，我从后面过的。可是我看你现在脚怎么还在抖啊？这是今天的午餐，看一下是什么。马费。这个拜哦，这个是北崩，这个是叉崩，这个是叉米岛，菜不能，这个是三杯鸡，这个是西龟。好，我们接下来马上，去泛舟。太秀了吧，这个船。小心，小心！哦、来，大家笑一个。教练有笑吗？后面那个。OK，OK，Oh、okay, okay. shit， 怎么样？我没攻击啊！大家觉得好玩吗？录影，录影，录影。只有你下水，好好哦，很可惜，对啊，下水哦。欸、我拼了命的救了你女儿，她、啊、又拉着我，小哥哥不要放手。我要泛舟，现在往下一个地方，现在进来寺庙看秀。萨瓦迪卡，跳舞跳舞，摇摇摇诶，阿西贝阿西贝。他们下午茶去吃，可以看，好像台湾的鸡掌。我们在逛这边的传统市场。哎、欸，有那个连身裤吗？感谢你，车、欸、这边真是蔡西亚，当地人来买，对不对？这边沙爹，这边必吃的。我们刚好找一间路边摊沙爹，沙爹。Chicken, delicious. You love it? Really? Okay, I try. I just. Oh! Cook. 哎，好吃哎，真的好吃哎。然后它的酱汁味道非常特别，它就是一份大概几只？1、2、3、4，我10只，20块钱。我刚逛了这边的传统市场啊，然后路边摊，厉害的美食应该都在这个啦。上外国人，肤浅。我去请我们的团员们吃。现在来到这边的用苹果，到了107号房间。
这是今天的晚餐。哇哦，怎么是你？你的菜？晚餐铁板烧。哦 ，look delicious。张，你有吃到意大利面吗？有。你的心情很脏吗？这才是旅游晚餐，好吃吗？好玩吗？觉得今天第二天好玩，很秀，对不对？好爽哦！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二天的行程，其实还是蛮爽的，就是很整。我们这次基本上很认真吗？